正确一点。以上建议，谢谢。好，谢谢张委员，这边要修一下哈。这边要他这个张委员的意见要修一下那个登录礼。好，这边来请。那个你办事项里面有关于那个不着土地范围已经有建议，请再补充说明那个范围的建议的理由是为什么，或者是它的距离建筑物的距离等等。建议是什么？建议怎么出来的？你讲的话。那黄委的意见是这样的。有关于它实际的保存范围，可能要到后面是要再去请委员会看以后，我们还要是要经过实证，因为它那个地方是一大笔。还会再实际去做一个测量。那个修正的文字可以修一下。来修一下那个文字。建议混凝土，对，当建议混凝土这边一个重点。屋顶为绿地结构，屋顶为绿地结构，对，好，可以。那另外的，另外的两栋，还有两栋的，自西楼就有，自西楼一样的哈。前面那一张，下一张，下一张，对，下一张，对，建物为钢筋混凝土构造。外墙为砌砖，后面的空间后面的构造，外墙为砌砖，对，然后外墙为砌砖，后面那个钢筋混凝土是什么？屋顶呢？这个旗就拿掉，旗就拿掉。屋顶，屋顶为木屋架。加一个尾，屋顶，屋顶屋顶为木屋架。木屋架。房屋的屋。木行架。哎，这个混合构造不要。混合构造不要。对，谢谢。好的 ，OK。个人的风格受鼓掌装潢。下一个，第三栋，就是古董的过来。第三栋，我不楼要，古楼不用，不用。哎，这个节奏比较好，谢谢。好，谢谢张委员很专业的来做修正，不过这当中的内容可能还在做最后来做确认，到现场去做修正。好，各位还有其他意见？那没有的话，我们就请大家来填一下今天的这个资料。来，请我问一句吧。啊，正在的等等。那你们那个锦囊油要不要？锦囊油。那个现在委员放到，因为我们学校正在。漂亮，下一批我想在座一定很多人都读过政大哈，都在这三栋对三栋，应该都有深刻的情感。三栋一起做，不用一栋一栋嘛，三栋一起做吧。我们可能就麻烦委员身份，我们桌椅，请帮我们各个三个人收。我看今天正在来的多位的老师，谢谢。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案子，很快的，所以你们继续来。
好，谢谢。那本案有三栋啊，有三栋，分别在我看一下。正大的四围楼哈，那本案文的出席有十四位，那十四位呢都同意啊，所以达到出席为过半数，所以本案同意登录文山区政治大学四围楼为历史建筑。第二案是果夫楼。那果夫楼一样是出席为十四位，那也同意，十四位都同意哈，可以达到二分之一以上。本案同意登录文山区政治大学果夫楼为历史建筑。第三个是自西楼，那自西楼我们出席为十四位，那也都一致同意，那达到出席为过半数，所以本案同意登录文山区政治大学自西楼为历史建筑。我们谢谢严董事长啊，这个带着同仁来，好，好，谢谢，下一案。审议案四，大同区中校西路二段九十三号，郑州路二十六巷七号，市民九十五巷二三号，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你说。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十七十八条，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历史建筑今天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一，本案位于台北车站客运专用区一段一路接驳及交往十二用地，建物资讯分别为编号 A1 中校西路二段九号，住落于大同区玉泉段二小段371-4、371-21号，建物为同小段432间号，编号 A2 为中校西路二段13号，住落于同小段371-20、371-21号，建物为同小段434间号，编号 A3 为郑州路26巷7号，住落于同小段371-4B号，建物为同小段421-42间号。编号 A4 为西宁北路1巷2号，坐落于同小段371-19D号，建物为同小段457间号。编号 B1 为西宁北路1巷1号3号，坐落于同小段371-3D号，建物为同小段453间号。本局承修101库区地上物于1995年2月13日、2月15日办理台铁北门观测区文化资产价值鉴定会刊。经提送1995年6月29日台市文资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于1996年1月26日公告两处直辖市定古迹及器物历史建筑。因一万一库区范围地下存在清代机器局遗构，经100年7月29日本市文资会第37次会议审议，决议本区后续之开发原则同意于郑州路及西宁北路的流行区可做较高强度之开发，遗构区可做低强度迁入式开发。而开发前地面上之建筑物应进行测绘及影像录制，地面下之建筑遗构应以人工方式进行发掘测绘调查，并将前述资料从文化局核对后适可进行开发。一万一拓区现由台铁局委托财团法人台北市都市更新推动中心办理公办都市更新案，该区建物多为日治时期官舍，建物年期已逾50年。本局于105年修正公共资源资法第15条规定，于108年11月26日邀请五位文资委员召开该区的公办都市更新案及文资价值评估系现场勘查会议，原议列以。
忠孝西路二段十三号，忠孝西路二段九号，郑州路二十六巷七号，新宁北路一巷二号，新宁北路一巷一号、三号建物，余办处出席委员评估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后续依文资法规定启动文资审查程序。本局依前述会议结果，依文资法第十七十八条规定启动文资价值审查程序，于2019年1月14日邀请六位文资委员召开本案的建物文资价值审查专案小组会刊。经中诊两次会刊，委员意见如下：编号 A1 大同区忠孝西路二段九号，第一次会刊五位委员评估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第二次会刊五位委员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建议登录为历史建筑。两次会刊委员意见为：一、建物名为铁道部县内原教区所教室，具历史意义；二、铁道部官舍建筑群之一，原为台铁第九公共宿舍，具整体性价值；三、日式一楼木构屋瓦，保存状况佳，工法、材料、建筑形式具特色，近年被改用其他用途，内部隔间不存。编号 A2 大同区忠孝西路二段十三号，第一次会刊五位委员评估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第二次会刊五位委员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其中四位委员建议登录为历史建筑，一位委员建议登录为纪念建筑。两次会刊委员意见摘要为：一、但前置职员未安招待所，具历史意义；二、铁道部官舍建筑群之一，具整体性价值；三、日式宿舍木构行架屋瓦，局部塌陷，三重屋顶，太子楼，保存状况佳。编号 A3 大同区郑州路二十六巷七号，第一次会刊四位委员评估具文资潜力，一位委员评估不具文资潜力；第二次会刊五位委员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建议登录为历史建筑。两次会刊委员意见摘要为：一、421建号暂前为铁道部县业原教习所，但后为国民党铁路党部礼堂，曾作为铁路党部宪政党国时代的正式新分；二、422建号暂前为铁道部县业原教习所，但后为国民党铁路党部办公室，具历史意义；三、原有铁道部官舍区公共建筑，具整体性价值；四、外观上保存良好，日式一楼各自独栋，格局外观与其他栋有别。编号 A4 大同区新宁北路一巷二号，第一次会刊三位委员评估具文资潜力，两位委员评估不具文资潜力；第二次会刊五位委员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建议登录为历史建筑。两次会刊委员摘要为：一、1932年建单栋高阶官员宿舍，战后为处长宿舍，具文化价值；二、铁道部官舍建筑群之一，原为台铁处长级宿舍，具整体性价值；三、木构屋瓦构造规模不足保存。编号 B1 大同区西宁北路一巷一号、三号，第一次会刊三位委员评估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两位委员评估不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第二次会刊三位委员认定不具文化资产价值，两位委员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建议登录为历史建筑。两次会刊委员意见摘要为：一、不具文化资产价值，目前损毁较大，管理维护不良，外观残破；二、建议本区拆除之原有材料，可供其他本区本保存修复之用；三、1932年建双边高阶宿舍，但后为铁路医院复式宿舍。那我本案的文字评估报告，请委员参考见六。那这是2019年7月19日第三十七次会议所画出的示意图，围绕新湾开发区，还有另外本区已经有三栋具有文资的身份的建筑。那这是本案六五笔建物的地级地形分配图，请委员参阅。那是编号 A1 忠孝西路二段九号的地级地形图，红色部分为建物本体的范围。这是本案的航照图。那这是本那个2005年的建物的照片，这是会刊当时的建物现况照片。这是编号 A2 忠孝西路二段十三号，红色部分为建物本体范围。那这是建物的航照图，这是2005年的建物旧照片。那这是会刊当时的建物现况照片。编号 A3 郑州路二十六巷七号，那四方面那个红色是421建号，下面是422建号。这是本案航照图，这是2005年的旧照，左边三张为421建号，右边四张为422建号。那这是建物的现况照片，上面两张为421建号，下面两张是422建号。编号 A4 新宁北路一巷二号，红色部分为建筑本体范围。航照图，然后这是2005年的旧照片，这是建物的现况照片。编号 B1 新宁北路一巷一号、三号，红色为建筑本体范围。
这建物旁照图，那这是建物的现况照片。本案文字评估报告编号一，它的大同区中校西路二段九号，创建年期约为1935年至1961年，那目前现况是闲置。编号 A 附大同区中校西路二段十三号，创建年期约为1932年，现况为日统客运在使用。编号 A 三郑州路二十六巷七号，创建年期421建号约为1935年至1961年，422建号约为1932年，那现况是均历经改建，目前作为台铁局的办公空间使用。编号 A 四西宁北路一巷二号，创建年期约为1932年，目前现况是闲置。编号 B 外西宁北路一巷一号三号，创建年期约为1932年，现况为闲置，破损严重。那这是本案价值分析，就是第一次会看五位委员评估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那第二次会看就中校西路二段九号五位委员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编号 A2 的部分，第一次会看五位委员评估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第二次会看五位委员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编号 A3 的部分，第一次会看四位委员评估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一位委员评估不具文字潜力。第二次会看五位委员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编号 A4 的部分，第一次会看三位委员评估具文字潜力，两位委员评估不具文字潜力。第二次会看五位委员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编号 B1， 第一次会看三位委员评估具文字潜力，两位委员评估不具文字潜力。第二次会看三位委员认定不具文化资产价值，两位委员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未来保存管理维护，依文字法规定，文化资产应由所有权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维护。未来该区建物由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负责保存管理维护。登录范围之影响评估：一、编号 A 2目前为日统客运使用；编号 A 3为台铁局办公空间；编号 A 1 A 4目前为闲置状态；编号 B 1建物位于本市100年7月29日第37次文字审议会田游行区可开发范围内，同登录为文化资产。后续建筑本体倘涉及修复或再利用事项，需依文字法规定提送计划与文化局审查。本案倘登录为文化资产，基地周边相关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皆符合文字法施行细则第22条之范围条件者，需依文字法第34条规定办理。拟办一，你请同意登录大同区忠孝西路二段九号、十三号，郑州路26巷7号，西宁北路1巷2号为历史建筑，编号 A1， 名称忠孝西路二段九号，种类宅地，位置或地址台北市大同区忠孝西路二段九号，历史建筑及其所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定号。历史建筑本体为忠孝西路二段九号建筑本体，不含增建部分。建物为大同区玉泉段二小段432建号。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大同区玉泉段371至4D号部分、371至20D号部分等两笔土地。登录理由及其法律依据：一、建筑形式为日式一层楼木构造屋瓦，两坡水洋式屋架，墙体为编竹夹棉墙，保存尚属完整。西侧围墙以旧石墙主砌。建筑形式具特色。二、日治时期为铁道部讲习所教室，但后为铁道部官舍建筑群之一，台铁第九公共宿舍，具整体性价值。三、台北北门外郑州路、延平北路、忠孝西路、西宁北路所为合之区域，历经清朝机器局及日治时期炮兵工厂、铁道部等时期，见证台北城现代化之历程。四、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第2条第1项第13款登录基准。编号 A2， 名称忠孝西路二段十三号，种类宅地，位置或地址台北市大同区忠孝西路二段十三号，历史建筑及其所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忠孝西路二段十三号建筑本体，不含增建部分。建物为大同区玉泉段二小段434建号。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大同区玉泉段二小段371至20D号部分、371至21D号部分等两笔土地。登录理由及其法令依据：一、建筑形式为日式一层楼木构行架屋瓦，建物规模较大，其屋顶三重、太子楼及整体形态均具特色。二、日治时期为铁道部慰安处所所，但后为铁道部官舍建筑群之一，台铁第三公共宿舍，具历史意义及整体性价值。三、台北北门外郑州路、延平北路、忠孝西路、西宁北路所为合资区域，历经清朝的器具及日治时期炮兵工厂、铁道部等时期，见证台北城现代化之历程。四、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第2条第1项第13款登录基准。编号 A3， 一、名称郑州路26巷7号；二、种类机关及会堂，位置或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郑州路26巷7号；
历史建筑时期锁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建筑二十六项西号建筑本体，不含军建部分。建物为大同区玉泉站二小段四二一建号、四二二建号。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大同区玉泉站二小段三七一至四地号部分。登录理由及其法律依据：一、四二二建号为日治时期为训练所，战后为党部办公室，建筑形式原为木造建物，成立经改建，屋顶及墙身线为铁皮构造。二、四二一建号战后成为铁路党部礼堂，见证党国时代的政治气氛。建筑形式为日式一楼独栋建物，成立经改建，屋身为加强砖造建物，屋顶为铁皮浪板，现况完整。三、台北北门外郑州路延平北路忠孝西路新营北路所为合资区域，历经清朝电信局及日治时期炮兵工厂、铁道路等时期，见证台北城现代化之历程。四、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记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三款登录基准。编号 A4， 名称新营北路一巷二号，种类宅地，未建构地址大同区新营北路一巷二号，历史建筑及其锁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新营北路一巷二号建筑本体，不含增建部分。建物为大同区玉泉段二小段四五七建号，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大同区玉泉段二小段三七一至十九地号部分。登录理由及其法律依据：一、建筑形式日式一层楼木构屋瓦构造，为外观旧物尚存，有修复之可行性。屋顶为四坡水合式屋架，墙体为珍珠加泥墙，具建筑类型特色。二、为1932年建单栋高阶官员宿舍，为铁道部官舍建筑群之一处长宿舍，具历史意义及整体性价值。三、台北北门外郑州路延平北路忠孝西路新营北路所为合资区域，历经清朝电信局及日治时期炮兵工厂、铁道部等时期，见证台北城现代化之历程。是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三款登录基准。已办二，该区刻由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办理地籍分割程序，后续办理公告时，将依建物实际坐落土地进行办理公告事宜。已办三，顶请同一大同区新营北路一巷一号、三号、B1 不指定为古迹，不登录为历史建筑纪念建筑，后续请管理单位依100年七月十九日本市文字会第37次会议结论办理。是本案提醒本审议会审议，并一审议决议办理后续以上。好，那本案有先有一个程序上要先做一个确认哈、哦。因为这个案子除了台湾铁路管理局之外，那目前我们的都更中心啊、哦、正在进行这个推动，所以请文化局员来说明一下有关文化部队临时审议，那有关委员回避的部分来做一个说明。好，我现在念，等一下我宣读一下109年2月21日文化部的那个函释哈。拆砖法人台北市陆续更新推动中心，系由台北市政府捐助成立。依台北市拆砖法人管理规则第二条规定，该拆砖法人资助管机关为台北市政府。在按拆砖法人第十九条规定，拆砖法人受主管机关之监督，原台北市政府与拆砖法与拆砖法人台北市陆续更新推动中心之间存有建立关系，属于台北市政府审议由拆砖法人台北市陆续更新推动中心办理台北办理陆续更新之事项，由文化资产审议会组织及运作办法第七条第二项所指之利害关系，建请参照本部108年6月24日函释本是本权责任。